不是智能电视怎么投屏？一，给非智能电视外接一个电视盒子。实际上，智能电视就是将安卓盒子集成到了电视里。因此，如果不是智能电视，只要外接一个盒子就能达到智能电视同样功能。二，给电视盒子安装一个投屏软件。在手机和电视盒子上下载安装同款投屏软件，比如通过当贝市场下载乐播投屏等投屏软件。但是注意，两个设备上一定要是同款投屏软件。三，将手机与电视连接在同一 WiFi 下。开始投屏之前，我们要保证两个设备是连接在同一 WiFi 信号下。四，勾选设备，开启投屏。打开手机上下载好的投屏软件，然后勾选外接的电视盒子名称，就可以进行投屏了。